嗯，猫咪，你要带回家？好，放行李箱好不好？可我想放我的背包。你背，等一下背会太重，放行。没关系，放行李箱就可以了，这样才会带回家。如果放包包给它掉了的话，就不见了。放行李箱才会放车上，好不好？不会掉下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放你包包，放你包包。那是坐昨天的位置啊。好吗？小胡。有脆脆就可以了。你觉得还要再一片，还要再一片？如果下一半掉。猫咪，你在看什么？看它掉下来。会吓掉。快掉下来，跟我讲啊！掉喽！掉喽！掉喽！掉了！掉了！再见！一点点就好了。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。太多太多了。好好，这样就好，这样。这边是配粥的啦。排骨粥要，你再帮我拿一个碗。那我要一碗，还有味噌汤了，要一碗味噌汤了。你们两个太矮了，太矮了。这谁要吃的？你自己要吃的呀？对。好，炒米粉跟昨天一样，咖喱，炒地瓜呀。这是吐司蛋，一片就好。这是蛋不要，苦瓜，苦瓜来一片。哦，煎鲜鱼。蒸鲜鱼呢？怎么啦，两个小宝贝？好嘞呀，快点，回去。妈妈应该想要热红茶吧？嗯，掉了。有黑糖馒头？有，在那边，要吗？你沙拉自己夹这么大盘哦？拿走，真的。哇，馒头。还是小馒头。等先做好吃饭了。姐姐先去夹柳橙做饭。馒头吃太多了。炒饭呢？南瓜、豆皮、白菜、高丽菜。Go。要不要拿根香蕉呢？嗯，这样可以哈。开动！哎，我是他家，我是林林文良林妹妹是君。你今天夹这么多啊？对啊。吃得完吗？吃得完。我刚才其实吃了很多，这个叫米粉，然后沙米粉加咖喱。咖喱米粉。咖喱米粉。那我要开动喽。这样就做好吃。嗯，这米粉好好吃啊，我好想吃啊。那米粉 QQ 的感觉。妈妈，我也好想吃姐姐那个。咖喱香了，米粉配咖喱。米粉配咖喱哈。好。等一下请爸爸帮你放，好不好？爸爸可以拿小碗。爸爸应该会拿小碗，不知道。妹妹点的咖喱米粉，谢谢。咖喱。这咖喱好好吃哦。巧克力。它高一点，甜甜的。但那不是，那不是高丽菜吧？那是生菜的。嗯。这是柳橙汁。嗯。那柳橙汁甜甜的，很好吃。我跟姐姐一人喝。喝。接下来是这个黑糖馒头。终于，小胡第一次吃的早餐有回本的感觉。以前都只有吃。我以前就吃这个。以前就只吃玉米脆片而已。甜甜的。软软的，松松的，有没有恋爱的感觉？硬硬的，没有。吐司蛋，吐司蛋片。嗯，大
那蛋和吐司融合在一起，非常好吃，油油的，我想再吃。各位观众，今天是反常，这是玲玲挑食街，不是玲玲美食街啊，美食街啊。我把整卷脱皮了。谢谢订阅，我明天晚上六点就会出新片哦，好看。你干嘛喂手机吃啊？爷爷，来，快吃！我抓到爸爸了，快吃！啊，不喂鱼的，放鱼。来，姐姐的手给你吃，来，快点。Yeah, yeah, yeah.